达到这八种。第一个，寿命长远。那如何寿命长远？你想，戒杀、放生、吃素，啊，你有这个因就达到这个果，啊，所以如果你菩萨不能够寿命长远，谁跟你学啊？对不对？就像你吃素也要吃的气色很好，对不对？你参加法会，让人家可能越来越温柔，对不对？越来越有智慧，那别人才会跟你学。所以做菩萨要如此。第二，具上妙色，你的外表庄严好看啊，上就是比别人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经常供花、送衣服给人家啊，经常微笑，所以呢，你会具上妙色。第三，身具大力。像我们这种烟供主的，以后一定是身居大利，布施食物，供生啊，且供斋啊，佛前供食物啊，布施给动物啊，对不对？护生缘啊，所以经常布施食物，上供下施，身居大利，你大利才能够打坐啊，弘法利身啊，做什么好事啊？你身体没有力气，做不了事情啊，啊，在敲木鱼。有看到动作的人没听到声音呢、啊？我也看到法师在敲，那没声音啊。后来说：“师傅，我怕敲错啊。嗯”啊，对啊，我是很心命讲，没有派哦。啊，那各位这个代表，这个没有空性。你要了解，三个人跟五个人跟一千个人敲出来声音要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明明三个人敲那么大声干嘛？啊？但是各位说，你要评估好，而不是我这个人就敲大声的，我这个人是敲无声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有些人没信心啊，所以有些人很粗糙啊，那这个就是没有用佛法。所以如果你叫我师父看，我师父就叫你下来再去修行，这样，因为你没有修，你随便敲个法器都敲不出好声音了、啊。唱个声音也唱不出好声音了，偏偏每个人都认为我唱得很好哎，啊，所以以后下回我们法师一个人出来唱一个炉香赞，大家来按钮好不好啊？这样，就像人家那个那护照灯要按钮，那微笑没有微笑，然后呢，全部都好了，这个人适合担任五方讲堂维罗斯，其他的不要乱唱啊，其他在旁边就好了。但是法师我觉得很好玩，我们以前是麦克喂我要来唱，大家都喜欢表现，但是各位他没有评估好，没有评估好，像我这个人是和音天使，别人唱我就唱小声，我的声音加进去对他有加分，但是我又不会高过对方，他唱错我也跟他一起唱错，免得人家说我怎么对了啊。所以因为你也懂得配合人家，不再凸显自己，了解吗？佛教里面要缩小自己嘛，缩小自己。所以各位在这一点，那第四，具好种性。什么叫好种性？就像佛陀，哇，出生做这个国王的儿子，刹帝佛种，对不对？像印度还有婆罗门种啊，但是问题是你要有这个种性啊，对不对？虽然你不贪恋世间的皇帝权位，但是你要把这个功德力转为一种出世间用，让别人因为你而对佛法升起恭敬心，那可以啊。你这个有这个威德力，别人愿意接受你的劝化，所以各位要具好种性，要被敬仰，这样。第五，多劳财宝。一定要有钱，对不对？你没有钱怎么帮助众生呢？令众生欢喜，令众生离苦呢？赎众生命呢？办大法会呢？下回你跟丽珍说，丽珍，什么事情？我要承办一场大法会，一千个人，中包，对不对？哇，大家物极今后，功德那么大，你出钱还要谢谢我们，我们修给你呢，啊，但是至少有财宝。所以就可以做得很好。那为什么有财宝？接下来，布施金钱，下施贫穷，各位要多去这样做啊。所以现在这个社会上，今天等一下准备两个箱子，还有钱吗？我们现在有个新的规定，
我们现在每一个地方都成立慈悲分会，啊，慈悲什么？老人啊，穷人啊，独居老人，好不好啊？大家多多帮忙啊！现在社会贫富越来越悬殊，有钱人还是有钱，穷人是穷得要命啊！所以有很多团体都在帮忙，我们也责无旁贷。因为有人跟我们说：“海涛法师，你钱都拿去倒掉了。”我说：“什么意思？”都一样。你钱都拿去烧掉，有吗？我们就都修掉啊。那你钱都没有拿去帮人，有啊，做得太小了啊。所以我当然本来就是要做的，我只觉得各位现在功德力够了，有无形的帮完动物帮完，积极要帮助人，好不好啊？借这个机会去助念，你接受我助念，我还送你红包啊，希望能够让你学佛嘛。特别这些孤单的人、受苦的人，所以等一下休息一下，开始要掏钱，好不好啊？不要把钱带回家，要把它用完啊，这样功德大一点。早上向供，下午下施，好不好啊？所以帮助老人、帮助生病的人、帮助独居人，我们现在就希望每一户家，如果他是社会局，各位你们里长那边有个登记贫户人家，你也稍微去了解一下。我们虽然没办法帮助他们全家，那你就负责住那一区，一个月就拿3000块去给人家，对不对？无疑啊，那报一年嘛，呵，对不对？比较好一点，5000块，然后再加一点食物，对不对？那他就会很欢喜，跟他做好朋友，然后呢，就劝他学佛，好不好啊？劝他，你也把佛法的功德也给他。所以各位要多劳财宝，要常行布施。第六。男生都不要念，女生念就好。第六，有力不？对对对对，你看查甫拢这块头巾了你啊，所以做女子生就没办法，就没办法了。女孩子哦，她天生每个月有月事哦，这个月事就会让她起心动念，了解吗？就有荷尔蒙，然后呢就会情绪好，情绪不好，或者哆呀串了你，就赶扣。啊，那就很多不方便，所以百年比丘尼也要恭敬一日出家比丘。这并不是看不起女性啊，而是因为女众菩萨她在身心方面没这么圆满，身力体力不够，心力执着力强啊，所以就不容易入道。所以各位啊，具男子身、大丈夫身啊，就要多读地藏经啊。所以为什么可以聚男子身呢？你讲，呵责女人身，你给他等于就给，哎呀，我哪做杂务呀？你啦，我唔爱做杂务啊，你啦，做杂务那怪怪，是不是啊？各位男人，下回让你有个胸部，啊，你去昏去，我杂务呢？你搞懵，拍摄你起码一世人丢你做杂务啊，所以你会很难过的啊。所以各位，不要不要，女人不要喜欢就展现我皮肤啊，我胸部啊，身材啊，我的大腿啊，小腿啊，啊，太痛苦了。所以要具男子身，好修行，好同理大众啊。七者，做菩萨要圆语辩聊，讲话要清楚，也让人家了解，辩才无碍，不会讲述人家啊。而且呢，讲得清清楚楚，让人家能够了解佛法。千万不要把佛法越讲，两个都越糊涂啊！啊，所以讲空性不体解空性的人，越讲两个也糊涂，对不对？讲慈悲自己都没慈悲，那怎么慈悲呢？所以我想，做个菩萨，讲话要清楚，要让别人了解。那为什么来自心持戒，特别口业？所以各位一定要持好戒律，特别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绮语，所以不恶口，要这样去修啊。第八，无大众部位，所以菩萨不能怕，不能怕什么样的状况，去助念也好啊，这个人流很多血也好，场面很大也好，你要如如不动，因为我又不是在表演自己，对不对？我只是借这个机会表达佛陀的教法，不是在凸显自己，凸显自己你会怕。我们去念阿弥陀佛怕什么？我的肉体是怕，但阿弥陀佛佛法无边啊，没怕，对不对？
所以我带着阿弥陀佛的力量，我可以去地狱，我可以一个人睡在坟墓区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但是如果你用你自己，我睡坟墓，惊死人哦，啊！但是如果说我念阿弥陀佛，我代表阿弥陀佛无畏，啊，如何无畏？你讲恭敬三宝，供养三宝，所以各位要经常啊，没事来到五方佛拜佛，好不好啊？人家引引魔代志，拜个头卡。有你的标志，你身体就好啊！拜佛、礼敬三宝、供养三宝、无大众部位，所以做个菩萨要具足这个八法，才好自利利他。这个经典重不重要？太重要了！晚上回去从头到尾把它看完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你也困不起。我跟你讲啊，什么也去，你看这差不多一点钟、点半钟都看完了。但是你也讲后悔、后悔啊，较早好我看呀呢啊！所以各位一定要看啊，每天要看。我每天我经常我都很快速的在做这个，几乎如果我在台湾一个礼拜就可以出两本。我现在比较忙，所以我也很努力收集，也请旁人帮我收集，想尽办法。但是各位一定要看。我也鼓励各位法师要负点责任，看经典，啊，按照经典传播佛法，啊，所以呢，这样让更多人更能够深入经藏，不然的话，法师不在，没有佛法，那有问题了，啊，所以让大家有研读经典、深入经典的习惯，那这样呢，我们在做佛教的事情才会有力量，所以希望大家，我们印经协会也印了这么多。不一样的经典，那我们要利用各种方便让他们有机会来看经典。那当然我们要表达我们的热忱啊，所以慈悲感受到佛教徒的这种特色，进一步呢引导他能够看经典。特别我们要修菩萨道，如果你不研究深入经典，就发起不真正的菩提心。有佛法就有办法，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，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，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长庚大学呼吸治疗学系万国华教授。首先要提醒有呼吸道症状、慢性病需要进出医疗院所的朋友，请务必佩戴医用口罩。防疫期间，健康民众在通风环境或开放空间，且和他人说话的距离可以保持1公尺以上时，其实可以不需要佩戴口罩。如果您觉得不放心，也可以考虑选用布口罩。经过食药署调查发现，有些市售的布口罩也具有阻挡飞沫的效果，可以提供民众作为选择。建议大家在挑选布口罩时，记住以下要诀：口罩至少要有3层结构，外层材质要致密，中间层是不织布材质，内层要柔软透气。最后提醒大家，请将医用口罩留给有需要的人。健康民众可以依照自己所在的环境状况，选择不需要佩戴口罩，或是佩戴上述挑选要诀的布口罩。